掀开经本，第148面，第二行，若诸众生于身自在，飞行虚空，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这个是32应身里面，这是第四段啊。这个大自在天是说的色界天顶啊，也就是平常所讲的摩西首罗天。我们一般讲娑婆世界，讲到这个地方为止，因为往上去那就是四空天，四空天的天人没有色相啊，换句话说有形象的啊，到这个地方最高了，极限啊，那么这四禅天的天顶。那么这三界之内呢，这个福报最大的就是大自在现啊，佛门里面常讲的这三灾，特别是讲的这大三灾。那么大三灾是讲的火灾、水灾、风灾。风灾可以吹坏三禅天，那么四禅天呢，三灾都达不到啊，就是火灾、水灾、风灾都没有啊。这个地方的人呢，福报最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世间许许多多自然的灾害，像我们居住在台湾这个地区啊，有地震、有台风、有海啸。这些呢都是一些天然的灾害，这些灾害也是众业所感啊，不是偶然啊，是众生业力的所感。那么三禅之内的这个众生啊，还是免不了业感带来的灾难啊。到四禅，这是定功身了，这个所有的烦恼习气都能够扶得住而不起现行啊，所以这一切自然的灾害它也没有啊，这三界之内福报最大的。那么他们修行的方法是以四禅四无量心为修因，四无量心呢，是讲的慈悲喜舍，在三界六道之内，我们可以讲，四禅天人，特别是摩西首罗天，慈悲喜舍这四个字，的确是做得十分的圆满啊，所以他得的身心自在啊，飞行虚空。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大自在天呢，真正是自在啊，名实相符啊，我们又何尝不想自在呢？啊，每一个人呢都想自己在这个世间呢得自在啊，自在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解脱啊，自由自在啊，使一切都无有障碍啊，这个才得自在。自在不是得不到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
可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里面的道理，要知道它的修因正果，如何来修这个因，如何证得大自在之果报。那么这是讲这个修四禅四无量心的人快要到成就了，只差一点点快成就。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示现大自在天的天身啊，来指点他，让他证得这个境界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四禅天人啊。底下一段呢，这是讲的天大将军，说若诸众生爱同归神，救护过度，说我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呢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。那么这个天大将军呢，一般呢都是指四王天啊，这个四王天所现的这个相呢，就是将军身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寺院，你到那边去，一进山门呢，就是天王殿啊。天王殿里面所供的呢，就是四大天王。那么这个身像呢，现在这个将军的身像。那么世间有一些人不明白就理啊，把它称作四大金刚啊，实际上啊是四大天王，而不是四大金刚。那么这是一类众生呢，他有这个习气啊，欢喜啊同理鬼神啊，同理大众，他有这个习气啊。就我们世间俗话说灵秀欲很高的人，那么他这个喜欢权势啊，喜欢呢在一个领导人的地位。那么这样的果报在佛门里面也可以修得，正是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！你希望来生做个国王，希望来生做个天王，只要你好好的修学，都能够满你的愿。那么除了这个四天王，我们称天将军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叫韦陀菩萨，他呢也是现的将军身啊，而且现的也是天大将军啊，也是天将军身啊。那么这个是同理八部归神啊，这个是在佛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，他们是救护一切众生过度，所以在这个逃离天的四方啊。那么这个是欲界天里面呢最下一层，前面讲这个大自在天是色界天里面最高的一层，这个是底下的啊。那么也是有这个愿望他成就了啊，将要成就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了也能够帮助他啊，满他的愿望。那么再看底下一颗呢，这个就是四天王，若诸众生爱同世界，保护众生，我与彼前呢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那么这个四天王与天将军呢，有些时候可以合起来说为一类啊，有些说这个一类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分开来说为两类啊。两类呀，当然是两种身份，但是这个两种身份是非常接近的啊。前面将军身呢是以统帅的身份
啊，所以称之为天将军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呢，这是一个统治者的身份，就是国王的身份啊，所以称之为四天王。爱同世界啊，前面是爱同鬼神啊。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，这个统领鬼神的，就是八部鬼神的，就是四大天王啊。可见他从统帅的这个身份上来，我们说他是天大将军。那么从他呢，在统领世界，他有他的一个过渡啊，那么他也有他的界限。从这方面来看呢，啊，我们就称他为这个四天王啊。那么四天王啊，这个身份呢，的确是介于鬼神之间啊。经里面给我们讲，他是属于忉利天主。忉利天呢，真正是天神。那么这些天王所统领的部下呢，都是属于鬼神。你看，属于这个修罗啊、钱大婆啊这一类的，属于鬼神。啊，他也算是天神呢，也算是鬼神。如果像鬼神里面讲呢，他是大福德鬼。啊，鬼神里面的领袖。啊，那么他是属于忉利天的部下了，那么也可以说他是天神啊。所以这一类呀，是介于天神与鬼神当中啊。这是修中品十善业道啊，他有这个愿，发愿的时候来这个统领鬼神啊，或者是为这个一方的天王是一样的啊。这个是四大天王之一了啊，统领宇宙的啊，那么他也能成就啊。那么这些都要以五戒十善为因啊，才能够成就。说若诸众生爱生天宫，时时鬼神，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这是天王的太子，所以也生在了贵族之家。那么诸位看《封神演义》啊，你看到这个哪吒太子，他就是属于四天王的太子，他的父亲呢，四天王之一啊，是这一类的身份啊，这一类的身份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一共是有七类呀，都是讲的天众啊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希望来生生到天国，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天国讲得很详细，不像一般宗教讲的那个天国含糊笼统，不晓得是哪一层天，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国度啊，搞不清楚。佛门里面给你说的清清楚楚，详详细细啊。那么这个七种啊，这是七类，每一类里面都包括的很大很大的范围。真正想升天，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啊，你真有这个愿心，有这个德行，具足这些条件，观世音菩萨一定啊帮你忙啊，满你的愿呢，你可以升到你所期望的天国。这个底下呢，这就讲人间了啊。那么一共有十二段。若诸众生要为人王，我于彼前现人王身，而为说法令其成就。也有一些学佛的众生发愿啊，世间众生太苦，救度一切众生，别诸位说，除了佛法教化之外，的确最好的办法就是正知。
如果真正能把政治办好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啊都能够享福。所以有很多菩萨就发这个心，来生呢到世间来做国王啊，以国王的身份推行佛教的教学，来护持佛法，来弘扬佛法。那么这是这一个国家这一个地区众生都有福了啊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今日的世界啊，这是诸位要有这个智慧，很冷静的去观察。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国王，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人王，那是佛菩萨啊，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发心来实现。那么他当权之后啊，一定是为一切众生造福啊，绝不是为残害一切众生，不会行暴政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众生也要有福报，才能够感应到有这个圣贤人生在这个地区做国王大臣，得有福才行啊。众生要没有福啊，有魔王下来了，他来做国王大臣，统理这个地方啊，给这个地方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。魔来啊，众生就苦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菩萨发心是一桩事情，众生还得有福。众生要有福，佛菩萨哪有不发心的？为什么我们今天世界上不出现一个人王啊，来护持佛法，来弘扬佛法？我们中国过去历代帝王差不多都是皈依佛门，都是佛弟子啊，所以佛教教学在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国地区是代替了国家的教育。国家虽然有教育，但是不普及，而佛法的教学的是普及啊。那么在印度，我们也见到几位国王啊，最著名的像这个阿育王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么在印度有十几位大国王啊，都是皈依为佛弟子啊，帮助佛弘法利生。那么由这个地方来看呢，我们晓得诸菩萨里面，甚至于诸佛如来发这样大愿的人多得很啊。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帮助他啊出现于我们世界？这就在乎我们自己的修德啊。我们一个人修德没有法子感动啊，我们要鼓励大家修德啊，大家都能够修德，就会感应道教啊，诸佛菩萨了，以国王大臣这种身份实现在世间，佛法才能够发扬光大啊。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要帮助这些有大愿的人，为他们做增上缘啊，也为众生做增上缘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也就是促成这个事情。那么像经里面讲的，佛菩萨应现在世间以国王大臣身份，一定是以佛法教化众生，或者是名义上不是佛法，他的精神他的做法一定与佛法所讲的相符合。那么这个第二呢，他是以长者身份啊，若诸众生呢爱诸祖先，世间退让啊，我与彼前现长者身二位说法，令其成就啊。那么这就是佛经里面常常称的这个大长者
啊，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常常看到佛法里面称长者，他要具有十个条件才能够称之为长者啊，不像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称长者没有印度那么严格啊，没有佛法里说的这么严格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常称长者一定他也有相当的年岁啊，有学问有道德，我们尊称为长者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第一个呢，长者一定属于贵族，印度阶级观念很深，一直到现在都不例外啊，这个四姓阶级一直保存到现在啊。那么长者必定是婆罗门刹帝利耶这个年龄的人啊，这就是说他的这个出身一定是贵族啊。那么第二呢，他在社会上一定有很高的地位啊，而不是一般普通的平民。第三个条件，他一定富有而不是贫贱啊。第四呢，他一定有威德。第五，他一定有智慧。第六，他也得要有年岁，至少也得40岁以上，太年轻了嘛，也不能称为长者。这个第五呢，有品德啊，这个心性啊清净。这个第八个条件呢，待人有礼貌，而不是很傲慢。他虽然有地位，有财富啊，有聪明智慧，有威德，可是对人谦虚，对人有礼貌啊。那么第九啊，这个国王大臣呢都对他赞叹。第十是一般平民老百姓呢都归仰他，都拥护他啊。那么居住这些条件才称之为长者啊。而一般长者呢，大概都是一个族姓里面的这个都是长老啊，爱主族姓。那么这个在从前的社会大家庭之中，族长就是长者啊，不像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一般社会啊都是小家庭制度，而不是大家庭啊。从前一个家至少这一个家了也有一两百人以上啊，这是一个家了，一个家族啊。所以他的一个村庄是吧，就是一家人，就是他一个家族啊。可以说在目前这个社会里，我们已经见不到这种家族了。你们看小说，你们看《红楼梦》啊，你看《红楼梦》里面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有100多人，一个家族。这个小说的确是描写我们中国古代的家庭，在我们中国讲伦常社会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齐家不是我们今天小家庭，是家族啊。那一个家族的家长要统理几百人，要叫几百个人，每个人啊都能够得到公平，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。所以他能够治家，就能够治国啊。因为家庭里面他是一个领袖，他底下也有几百人吧啊，所以这个家能够治得好，就可以治国，国能够治得好，就能够平天下。所以是现在我们读这个很不容易懂，我们齐家那一家里也不过就几个人而已。这是现在这个家庭跟从前家庭不相同。那么以前这个家庭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。那么这个就特别着重的呢啊，他别的德行不说啊，他说退让，着重在这一点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礼让。如果要不讲退让啊，样样大家都存着有私心，都要来争执，那这个就家就不像家了啊。所以从前这个教育啊，是以家为单位的啊，他把他所有的子弟集合在一起，
在外面聘请老师来教学，这是以自己子弟为主啊。那么另外亲戚朋友或者是邻里乡党啊，那少数人参加在其中啊，一定是以他自己的子弟为主啊。所以在从前说，礼仪是非常重要，也就是维系家庭、社会、国家这个秩序，等于说法律一样。若诸众生呢，爱谈名言，清净自居，我与彼前现居士身，二位说法，令其成就。那么此地所讲的居士，不是我们现在所讲学佛的啊，在家学佛我们都称之为居士啊。那此地这个居士意思不是这个啊，这个居士是什么呢？就指从前的隐士。我们在二十五史里面，你看到这个二十五史这个传记里面为隐逸传啊，隐就是隐居，逸就是安闲自在啊。那么这些人，你看这个国家历史里面还要给他留传记，这些人呢都是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能力，但是什么？他不出来做事情。那么诸位要想想，他有智慧、有道德、又有能力，他不替社会做事，对国家也没有什么贡献，为什么要给他在历史上要给他留名？那么这一点诸位要晓得，他对于社会贡献是非常非常之大，虽然没有在正面上啊替我们办事情，可是他做出这个榜样，就能够叫这一个世间人呢去效法他啊。他做的是给我们实现的什么榜样？不争，不求名闻利养，他是有能力求名闻利养而不求名闻利养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是真正在那里教给我们看得破放得下，他教我们这个，所以这个功德就太大了。他是用身教而不是言教啊，所以他做的这个工作潜移默化，对于世道人心啊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这些人是道德之士啊。你古时候就是帝王大臣见到这些人都尊敬，见到这些隐士都特别的尊敬，特别的礼遇，道理就是在此地。那么这一类的人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追求名利，不追求荣华富贵，过一种啊这个隐居，所以说是像古时候耕读啊渔樵，他过这种清净的生活啊，一生啊是安闲自在，无拘无束，保持着天真无邪。所以这个隐逸传的确值得看啊，它里面这个精神实实在在不亚于我们佛门的高僧传啊，有些比我们这个高僧呢还要清高，因为我们的高僧还要忙着弘法利生，他连这个都舍弃掉了。那么这是有这种志趣的人，观世音菩萨也帮他成就啊。是若诸众生爱之过度，后格谤仪，我与彼前现在观身，二位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这个也显示出诸佛菩萨以四思戒引众生，与一切众生呢修同四这个法门，四摄法里面的同四，他由这个志愿来治理国度。那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一个县市长、省主席啊，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国王，但是
他在这个国家了治理这个一个小范围的作为地方官吏，那么这个也非常非常之重要，特别是在现在民主制度之下，这个地方的官吏对于一个地区人民来说呢，关系最为密切。所以一个好的地方首长，这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福报，真正的能为大家谋幸福。那么宰官把范围扩大来说呢，国王以下的都叫宰官，拿今天的话来说呢，政务官才叫做宰官，我们今天这个政府里面的职称呢，属于政务官，政务官才是宰官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法号施令的，他是有主宰的，而不是完全听命于人的，他是一个法号施令的，那就这是指的这个政务官宰官。若诸众生呢，爱诸素俗，舍为自居，摩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我给诸位说明，这一段呢是讲的这个宗教事。那么在佛门常讲这外道呢，就像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啊，基督教的牧师啊，这个婆罗门教的印度教的啊，他们称之为梵志。从这一方面看，诸佛菩萨也可以以其他宗教师的身份出现在世界，你才晓得佛门广大了啊！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那一类众生，你给他讲佛法，他不接受啊，他有成见。佛菩萨与他同师，入到他那个教里头去，以他那个宗教师的身份，那教化他啊，他都通通接受。这个方法高明极了啊！讲的是他那个教的经典，内容意趣是教大家觉悟，叫他觉悟开悟，那不就成了佛了吗？这个是佛菩萨，佛菩萨绝不排斥别人。四悉檀里面第一个世界悉檀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你要跑到这个基督教教堂里，那基督教教堂里生不生欢喜心？你要叫他生欢喜心，你是菩萨。你一到那里去，人家说：“哎呀，这魔来了啊！怎么是这个佛教徒跑到我们这来了？”那你就不是菩萨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就是什么呢？与别的宗教对立了，这就错误。他与我们对立是许可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迷呀，他不觉啊。我们觉悟的人跟他对立的，那你不也是迷吗？是迷而不觉吗？所以觉悟了之后啊，没有界限，与任何人没有对立，一真法界呀。一与别人对立呀，就变成十法界了。那自己迷了因此我们明了，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宗教，他们的宗教领袖，他们的传教师，就可能有这些佛菩萨应化在其中。我们怎么晓得？甚至于还有他们很多虔诚的那个信徒啊，也是佛菩萨应化在其中，他就做影响众，这在理上都讲得通的啊。这世上也困难症啊，因此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应当抱着礼敬的心理，礼敬赞叹。
而没有回报，这样才能够摄受一切众生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数四这一段呢，都是讲的这个宗教徒，讲的这个世间宗教啊，他们喜欢这个素数，凡是宗教都离不开素与数。若有男子好学出家，持住戒律，我欲比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啊。那么这个容易懂，那么这是说到佛门了。我们讲佛教，佛教异于宗教，这一点要晓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教里面不讲求素与数，不讲求的。佛教所讲求的是明心见性，是讲求的这个啊，是讲求的一心不乱。那么这个是一切宗教里面呢所没有。佛教修学的基础是在戒律，应戒生定，应定开慧。那么这是讲一个初学的人啊，好学出家，男子称为比丘，女子称为比丘尼。若有女人好学出家，你看看这个经文里面特别着重在好学出家，持住境界，我欲比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啊。那么这四个字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我们有没有做到好学？我们有没有做到出家？这是问题啊。啊，出家我们离开父母那个家了，那个寺院又变成一个家，那自己那个家里小啊，到了寺院就是个大家，出了小家又住到大家了，入了大家，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。那么像这些地方都是关键的所在啊，我们一定要搞得很清楚，要把这个家的意思搞清楚啊。佛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说，这个父母之家了，这是世间所谓的田者之家，你把它舍掉了。在从前这个寺院叫十方道场，不像现在，现在这个道场的都变成私人产业。纵然今天我们政府一直要求组织财团法人，那么财团法人还是控制在几个人的小团体的家业，而不像在从前。从前大陆上这个寺院的的确确是十方道场，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啊。寺庙里面这个住持治寺的时候是大家公开推选的啊，是选举的。所以这个民主选举的制度几千年前以前就在佛门里头推行啊。佛法里面做法讲戒魔，戒魔就是会议，今天讲的是就是表决啊，戒魔就是表决，会议里面的表决啊。所以这个民主制度的时候几千年前就在佛门里面实现啊。这个一个寺院里的住持他有一定的任期，到时候的时候由寺院大众来推选啊。这个住持选出来之后，住持在这个任命一些执事啊，他任命这些执事的时候，选出这些执事是要大家同意，所以要做法，等于说表决啊，我请这个人做当家，请那个人做知客啊，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啊。那么这都是民主制度啊，在这个佛法里的推行，而不是像今天这种情形。但是这种家呢，毕竟还是一种形式之家，这个最要紧的要除烦恼之家了，要除三界之家了啊，要处生死之家，这个叫真正出家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最低的一级了，这就是出烦恼家，你才能够得定啊。我们为什么要修戒呢？修戒的目的
就是除烦恼之家。那么像阿罗汉啊，阿罗汉已经出烦恼家了，已经出三界之家了，啊，三界六道他超越了。可是他变异生死还没尽，他还有一个家没出去，没超出，啊，他这个三界之内的分段生死没有了，这三界家出了，他还没有破无明，还没有断变异生死。所以我们要晓得出家的真实意义啊。那么你出家一定要好学，学无止境啊，一定要到如来的果位，这个出家的功德才圆满啊。为什么呢？变异生死也尽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这个功德圆满啊。所以发心出家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对于三界之家要毫无留念，难舍要能舍。你要是不能舍，心里面有一丝毫留念挂碍的话啊，这个最低的一层这个障碍你都没有办法断掉，上面的就不必求了。换一句话就是这个三界之内啊，贤者之家要是不能够断得干干净净，我们念佛一心没指望，开悟也没指望。那么我们想不想得一心，想不想开悟，是真正肯发心想修的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怕我们有好老师，我们也遇到真正善知识，唯恐一生不能成就啊！只要你真正发心感应道交，观世音菩萨随时都看着你啊！菩萨没有在你面前现身，那是你的程度不够，你功夫没到家，你功夫到家你就见到菩萨。那么此地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，就跟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里面阿弥陀佛的48愿一样，愿愿不虚啊！观世音菩萨这个32愿就是他的本愿呢，他不会说妄语的啊，句句话都是真实啊。那么我们见不到菩萨，就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了，无法与菩萨感应道交。若有男子要持五戒，我与比丘现优婆塞身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。若有女子五戒自居，我与比丘现优婆夷身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。这个两位呀，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居士啊，男居士、女居士。前面那个就是世间隐逸之事，那么这是在佛法里面呢称为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翻成我们中国意思叫净思男、净思女啊，这是清净三宝的啊，是三宝弟子啊，在家学佛的，我们现在称之为男居士、女居士。那么这是你发心以在家身份来学佛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帮助你成就。那么在这都是在家学佛的，往往啊大多数是菩萨，出家学佛的有菩萨有小乘人，在家学佛的大概这是有菩萨学大乘，而没有学成小乘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看看菩萨啊，在我们中国这个四大菩萨了，就有3位现的是在家乡。观世音菩萨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在家乡。啊，文殊普贤都是在家乡。只有啊，地藏菩萨示现的是出家乡。那么地藏菩萨示现的出家乡，是因为在我们中国曾经有一位肉身地藏菩萨。他是现在的韩国人啊，那么到我们中国之后
也就没回去了。现在九华山这个肉身菩萨就是他的像啊，他是这个新罗国的太子。我们今天造像呢，是以他的像来造的，就好像弥勒菩萨一样。弥勒菩萨现在我们造的像是以布袋和尚的像来说的。你看看在印度的弥勒菩萨的像呢，我们图书馆重刊的瑜伽师的论前面有，你看那个像的时候在家像，菩萨所示现的大多数都是在家像。为什么呢？一切苦难的众生是在家者多啊，要度这些苦难众生必须要示现与他同样的身份，同四摄啊，因此菩萨绝大多数都是现的在家啊。那么在家菩萨还有双重的任务，因为佛法的住持啊，一定是出家人，为的是表法。那么这个出家的菩萨如果得不到在家菩萨的拥护，他有再大的能力没有办法发挥。你就拿释迦牟尼佛来说，释迦牟尼佛是实现的出家相啊，主持一代的佛法教学。如果要没有那些在家菩萨实现的过往大臣，你像佛在世的时候，波斯匿王啊，乞托太子、须大多长者，这是你们大家很熟悉的，都是菩萨化身啊。要没有这些人的拥护，表现那些爱戴、崇敬，帮助佛来宣扬，释迦牟尼佛也一筹莫展啊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可见的佛法的发扬光大，叫一切众生普遍来接受来修学，这个是要靠在家菩萨的现身。所以在家菩萨双重任务啊，诸佛菩萨在我们中国示现的也不例外。我们中国历代这些各宗祖师里面就有不少是佛菩萨示现。我们读经论啊，读传记，清凉华严菩萨带来的，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带来的，天台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带来的，文殊普贤弥勒示现的布袋和尚啊，富大寺就是在家居士也是弥勒菩萨带来的，太多太多，不胜枚举啊。他们住世的时候，你看有多少人拥护？清凉九个皇帝的老师，智者也是过世啊，都是过往大臣、长者、居士们通通来拥护啊，所以才有那样辉煌的成就。那么这个都是一定的道理啊，所以这些在家菩萨了。他们对于佛法的兴衰负有很大的责任，他们能尽职，佛法必定兴旺，这众生有福了。那么这个都是说的佛门，那么底下呢，这是说的世间一般人。若有女人内贞立身，以修家国，我与比前现女主身，即过夫人命夫代孤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。这个内贞呢，就是一般讲的是家务事啊，就是家政。那么在从前，这个家政可不简单，的确是不简单。为什么呢？以前那个家族家大了啊，是大家庭啊，的确是不简单的啊。你们看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里头主内政的当家师那个凤姐就是当家师啊，那的确是不简单的。
那么如果女子要发这个愿呢，观世音菩萨也帮她成就。为啥现呢？女主身，这个女主啊，在一个国家来讲呢，是皇后的身份啊，皇后的身份啊，过夫人，那么这就是王公侯王之夫人，这称为过夫人。命夫，这在一般上指有爵位的这一些夫人，称之为命夫啊，就是接受过皇帝这个封赐封赏的啊，那么这个称之为命夫啊。在古时候啊，大多数从他的这个丈夫啊，那么他丈夫做一品官，他是一品夫人，那么这个就是所以是命夫。这个代姑是女子当中的老师啊，有学问有道德，那么就是这个教化女众的啊，那么在古时候呢称之为代姑。那么这些呢都是说世间的女子，那么你有这样的愿，观世音菩萨也帮助。若有众生不坏男根，我与彼前先同男生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处女爱要畜生，不求亲报，我与彼前先同女生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那么这个两段呢，同男同女生。那么此地这个童男童女不是指童子啊，不是指童子，而是男子终身不娶，女子终身不嫁者。那么这个呢又未必是学佛，他习惯清净自居啊。那么这一类在古时候啊有一些隐士是这样的啊，或者是修道，但他不是学佛的，学佛的就归纳在前面这个优婆塞跟优婆夷里面啊，归纳在那边。如果是出家呢，那就归纳在比丘尼里面了。那么这个不是属于那一类的，甚至他修道，他也不是属于哪一种宗教的。那么这是这一类的，观世音菩萨也帮助他，也能够叫他成就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这一共有十二类啊，是讲的人众，是人间种种身份的人啊，种种啊志趣爱好不相同的人，你发什么样的愿，菩萨都愿意满足啊，都愿意帮你成就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是讲的天龙等众了。我们前面讲这个八部鬼神啊，这是在这里啊我们都见到了。若有诸天要出天人，我现天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在这里啊我们先要说明，这个诸天福报比人间要大得多，所以人呢都希望升天，去享天上的福报。可是究竟来说呢，天福并不圆满。第一个，这个福报要是享多了啊，人的理智就失掉了，头脑就不清醒。这个事情在我们人间可以能看得出来。你比如我们晓得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在目前这状况之下，在我们东方日本人福报最大，在西方呢美国人福报最大，他们这个福享多了啊，是非利害都看不清楚。所以你们到那个地区看看看那些人，他不大讲是非。那么何况呢天人，天的福报更大啊，所以你要在天上跟他讲六道轮回之苦，那他不相信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就障碍了他见佛闻法。诸位要晓得，众生最大的心愿呢，
就是见佛闻法。因为你见佛闻法呢，就已经动下得度的因缘。纵然这一生不能得度，多生多劫之后，必定这个因缘成熟，你还要得度。像这个我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啊，一称南无佛，皆依成佛道啊。所以你要晓得，世间最不幸的事情，就是一生呢没有见到佛像，没有听到过佛法，这是最不幸的。那么这就是讲，天福再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，这是一种不幸，真正的不幸。那么还有一种天人，虽然生在天上，可是他的这个腹部，虽生在天上呢，还有种种的苦难啊。换句话说，也有饥寒之苦啊，不报薄的。正好像我们人间啊，人生不错的六道不错啊，啊得人生呢，有的人享福有福报，有一些人得人生没有福报的，他这个生活得很可怜。天人也是如此，并不是天人个个都有福啊，啊不是如此啊。好像美国这个国家很富裕，其实讲的是美国也不是个个人都富裕，美国也有穷人。你们在报纸上看到啊，领这个救济金过生活的，失业没有工作的，这个美国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人在有钱的时候会晓得储蓄一点，一旦自己没有工作了，哎，自己银行里还有存款啊，生活一样还过得很舒服。美国人不然，美国没有这个习惯啊，他们不晓得储蓄，所以他有工作的时候就有钱，什么都有，失业了什么都没有了啊。但是美国的福利工作做得很好，这是国家的救济，所以美国没有要饭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国家有救济，你失业了，你向政府登记，每个月发救济金给，这个救济金足够你的生活费用，这就是社会福利做得好啊。那么可见的说，他也有穷人呐。所以这个升天呢也是如此，那个福报要是小的，到天上也有的时候缺少穿的，缺少吃的，也有这个情形。可见的佛教给我们要福慧双修啊，你要不修福，你的这个生活就有欠缺；你要不修慧，你就是容易啊迷惑颠倒，容易造罪业。因此天人呢也有不愿意在天上，哎，他想个方法离开。你看呢，要处天伦，人就是一类，住天了一类啊，他喜欢离开他那一类，离开他那一类呀，最好到哪里呢？的确最好到人间来。我们六道里面呢，唯有人道成就佛法，修行正果最为方便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应化的特别的多啊，天上固然也有应化啊，六道里面都有佛菩萨应化，但是没有人间来的多。那么这个不是说佛菩萨偏心，在六道里头特别对于人道啊好像偏重，不是，人道这个机感容易成熟啊，换句话他容易接受，容易修行，容易正果啊。所以你看十方诸佛示现成佛都在人道，而没有在其他的。他修菩萨行可能在天上，他如果要示现成佛一定在人间啊，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啊。是不是有一些天人他不愿意享天福了，他要想离开呀，那么观世音菩萨看这个机缘成熟，他也去帮助他，也给他了设法啊，帮助他离开天道，满足他的愿望啊，令其成就，
满足他的愿望。那么这是天龙里面第一种，这是天众啊，也就是诸天的天上的老百姓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